这是一个三房，不会比较所以的。这是一个客厅、厨房，这边带窗户，客厅很所以哦。然后这是他的第一个卧房，阳光很好哎。我们才在六楼，我们再走进去。第二间，它每个卧房的大小都差不多，布置一下特别温馨。第三个卧房也是它的主卧，主卧就是一个大 corner， 它的点赞特别温馨，主卧留两个 classing， 然后面对小区花园，稍微布置一下就特别好。咱们走一个后卫。很漂亮哦。